望啊、你们这些哈喽，这些账不是我借的，我也不认识你们，希望你们去找这些啊、借的人啊，就是让我太太前妻，他已经好了，不管我的事，我们也在处理这离婚的手续，也有同在屋主，你们去找他。嗯，我才知道我太太有跟他借钱，也借了蛮多组，已经很深了。然后我就请家人帮忙还债，已经第一次帮忙。已经还了，又有阿龙来上门，我们又在帮，已经有四次，最后一次是九月多，全部是加起来是11万多，所以现在目前我已经